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4日，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 Voice 节目。就当这个媒体和公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患上这个新冠病毒阳性，并且对他的这个病情扑朔迷离、各种怀疑的时候呢，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是大秀了一把这个真人秀啊。再一次显示这个收慢本色，怎么回事呢？就在刚刚这个半个小时之内，突发的一个事件，怎么回事呢？特朗普呢是突然在这个推特上发了一个这个1分钟的这个视频。From the doctors, this is an incredible hospital, Walter Reed. The work they do is just absolutely amazing, and I want to thank them all, the nurses, the doctors, everybody here. I've also gotten to meet some of the soldiers and the first responders, and what a group. I also think we're going to pay a little surprise to some of the great patriots that we have out on the street, and they've been out there for a long time, and they've got Trump flags, and they love our country, so I'm not telling anybody but you, but I'm about to make a little surprise visit. So perhaps I'll get there before you get to see me. But I just, when I look at the enthusiasm, and we have enthusiasm like probably nobody's ever had. Our people that love the job we're doing, we have more enthusiasm than maybe anybody. So it's been a very interesting journey. I learned a lot about COVID. I learned it by really going to school. This is the real school. This isn't the let's read the book school. And I get it, and I understand it, and it's a very interesting thing. I'm going to be letting you know about it. In the meantime, we love the USA, and we love what's happening. Thank you. 然后在视频里面说呢，他会做一个这个 surprise visit，就是说令人非常惊讶的一个访问。这个访问是什么呢？就是他专门在视频里面给这个他的支持者喊话，说呢，我会，也许在你们赶到这个医院之前呢，我就会坐车呢，在这个医院外面转一圈，然后看一看守护在我们医院外面的我的众多的支持者，他们的这个热情呢，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这个 CNN 刚刚捕捉到的这个画面呢，就在几分钟之前，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坐着一个这个大的这种SUV 吧，或者说是更大的这种这个车。在这个他所住院的这个军事医院外面呢，是逛了一圈，而且呢戴着口罩向大家呢挥手致意。据这个 CNN 的这个记者说呢，在这个医院外面确实有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但并不是特别多。我们知道呢，这个马里兰州紧挨着这个 DC，也是一个非常深蓝的一个州，而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呢，这个空军医院呢，其实也并不是说一个这个非常红的一个这个地区，也是民主党选民占绝大多数的。所以，特朗普在视频中说呢，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我的支持者在外面呢，其实呢也是非常有这个夸张的成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在外面绕了一圈，而且呢戴着口罩向支持者挥手致意，同时呢，几分钟之前，他已经这个回到了这个他所在的这个医院，这个医学中心，所以他绕这一圈可能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样子吧，非常非常短。在他绕之前呢，也是提前录好了一个这个视频呢，向这个公众说这个我看到大家这个热情呢，非常感动，这么多人支持我，我呢也想给这个我所有的这些支持者，I'm not telling anybody but you，说我不告诉任何人，我只告诉你，我呢会做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让你感到这个吃惊的一个这个 visit，所以呢，我很可能呢，我会在你过来看我之前，我就会到达那里，但是呢，我只想说呢，当我看到这么多这个支持者对我这么热情的时候，我们有这种热情的是，有可能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拥有这样热情。就是言下之意呢，我特朗普还是最受人欢迎的。同时呢，他在这个推特中啊，也对自己的这个
医院之旅呢，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旅行，就是说他住院，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新冠病毒的东西。我呢，学到这些东西呢，是通过来学校来学习。而他说呢，这里就是说这个空军医院呢是真正的学校，这个并不是说你能够在这个学校的书本上读到的。而且呢，说 I get it，就是我这个已经真正的了解了它，就是我更一步的进一步的加深了我对这个病毒的这个理解，and I understand it。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呢将让你们知道它，就是说我对这个新冠病毒有哪些更深了解，我会告诉观众。同时呢，我们热爱美国，我们呢就是喜欢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也是尽显这个真人秀本色的特朗普。这件事情发生到现在呢，就是有好几个对比呢，一个是，他的这个医生跟白宫官方对他这个病情的一个对比，他这个医生呢，一直都是尽可能的这个 downplay，尽可能的这个，非常低调地说总统现在很好啊，就是不提之前发烧啊或者输氧什么事情，用这个辅助氧气的事情，但是媒体捅出来之后，然后今天他这些医生才承认2天之前发生的事情。昨天早晨说的时候呢，第一时间他的医生并没有承认。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白宫放出消息说，哎呀，这个其实啊，总统这个过去这24小时呢，情况是有一些危急，比较令人担忧，现在呢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这种看似矛盾呢，已经越来越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啊，就是在做的一场这个政治秀？因为我们这个听白宫内部放出的信息是说，特朗普这个总统呢，这个病情不容乐观，而且呢，他是这个战斗。而这个真正当特朗普出现在镜头前，在这个摆拍照片的时候呢，看的又是这个意气风发，就是一点事儿都没有，显得呢就是这种王者归来的这种气势。所以这个也是让人这个非常这个感觉有意思。同时呢，从今天开始，如果你是在美国上 YouTube 的话，你可能看到呢，这个YouTube 的这个头版天窗位置也被这个特朗普的竞选阵营花了几百万美元包下来了，有可能呢，接下来几天都要一直包这个位置，就是说你一上 YouTube，就必须看到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你不愿意看也得看，你就算把这个广告都 block 住了，但是你只要一上这个 YouTube 呢，它就会这个自动弹出来，并且呢会听到，特朗普在这个视频中呢给大家这个说话的声音，比如说我现在呢，我一上我这 YouTube，很快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对吧？I 就want to自动thank 打开了。everybody for the tremendous support. I'm going to Walter Reed Hospital. I think I'm doing very well, but I'm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things work out. The First Lady is doing very well. So thank you very much. I appreciate it. I will never forget it. Thank you. 大家说这个就是十几秒的视频呢，就是这个12号的时候，也就是说特朗普自曝这个被感染之后不到12个小时，他在白宫录的这段视频，十几秒的视频呢是他在这个乘专机去空军医院之前在白宫录的，在这里面呢看出来他也是非常的这个老头精神矍铄呀，但是过了这个一两天。白宫内部放出来说，其实当时老头啊都不行了，血氧的特别低了，而且发着高烧。结果呢，愣是这个坚持着，现在呢挺过来了，一切都非常好。这个其实呢就给这个选民一个印象，就说什么这个这么严重的病毒，特朗普这70多岁了，而且体重这么重，本来是高危人群，但是呢非常精力充沛，而且呢是战胜病毒，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这个暗示，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特朗普已经在这个 YouTube 上把自己称作为一个 "President Trump is a warrior"，就跟他这个子女所发的这个推特一样，就是说特朗普总统他是一个这个斗士。所以这个特朗普这病情呢，越看越像是一场这个事先谋划好的
这个政治秀，就是为了选举能够逆转的。所以接下来几天呢，可能会越来越精彩。我们再看这个特朗普能够又有哪些惊人之举，没有你这个做不到，只有我们想到。好的，非常感谢您收看。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您支持订阅我频道。我们下视频再见。